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几款打标设备。首先，这款光纤激光打标机，它主要用于金属类的激光打标，无论是金、银、铜、铝、铁、不锈钢，它都可以打标。它具有速度快、能量大等特点，打标清晰。这款呢是我们的紫外激光打标机，它主要应用于一些非金属材质，比如我们的塑胶制品，还有皮革、纸张这些。它因为是冷光源，它热影响小，打得更精细，所以的话呢，一些精细的打标我们会选用这款。这款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，它主要应用的领域呢是一些纸张、木制品的打标，还有用于一些产品的切割为主。其实我们打标的话呢，主要是以材质来分类嘛，以材质来选机型。三款产品呢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，但主要的话呢还是这样分的，以材质来分。